要干破干那样。头一头一天嘞，还没干老婆。爱剥开它好不好？嗯。老早你要帮我剥剥的，我提剪你帮我剥剥。嗯。好，好了。哈哈哈！阿妈，你过来无白讲。哈哈哈！你知影你今年多少？100-130岁，一百几岁啊？你问他。聊天聊到一半，那叫裤子不一样。你讲这拍光啊？什么口宝宝？口宝宝？这口是你，你跳刚刚那，你不要口宝宝。哪里？口完这就是安尼，你不要口宝宝。要干破干那样，头一天嘞，哎呦，还没干老婆，爱剥开它好不好？嗯，明天早我叫阿妈剥剥，剥三盆，剥三盆，嗯，三盆好了好了，你问他要不要帮你剥？他说你别帮我剥剥的，我铁匠你帮我剥剥，嗯，好，好了，很漂亮的，应该是一朵花哎。这平时买个这是什么香草纸？树叶挂袂掉，片叶也挂袂掉。你妈妈一日回来讲，啊，你嘴拢挂了，讲嘿啊。不是，我嘴拢安尼，我嘴的就讲，这平时买个这是什么香草纸？树叶挂袂掉，片叶也挂袂掉。你来你去，安尼挂安尼挂拢挂袂好势。挂你又叫，袂晓家己个口罩袂晓买。哎，你妈妈，一日回来讲，啊，你嘴拢挂了，讲嘿啊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不要打开啦！我还敢咩？我直咩是说你口罩嘛，让人做口罩做几年？哈哈哈！一罐酱，一罐力，炒一点肉下去，来来，走路。就简单嘞，打蛋下去哦，不能搅哦。哦，哇，这边来了。这边还是多了。啊，阿姨下面是做的锅煮。看一下。哇。很酷。哦。哇。这是玉米酱。哦。这个一罐酱，一罐力，炒一点肉下去。来，好不？足简单嘞，蛋花，这个打蛋，要慢慢下去。打蛋下去哦，不能搅哦，给它凝固了以后才动哦。这样子，已经凝固好了哦。哎，先一个就好，不要再做。快速的杀了它。你发一点点就好。加这么多粉，多一点点，少一点粉，还需要多一点。太浓了不行嘞，太浓不好吃嘞。太浓变玉米糕。嗯。哦，变浓嘞。那我们艺术学一下。艺术就好的虾。像虾子做不到这个了。变很浓了。是，看到做不到。哦，哇，颜色变白了。不要煮太久哦，它要很大一碗。暖男阿公，叫阿公来炒，做好虾了。这个时候不要太多，一点点碎肉，还有一点葱蒜，好香脆的蛋糕就漂亮了。沙巴的葱蒜，它不是很常常有那个蒜瓣肉哦，对啊，有些沙哦，对啊，那个水哦，放葱进去，肉汁，用水就好了。太沉闷了，高丽菜不要炒太烂，嗯，太烂就不好吃了，没有口感，这个吃起来脆脆的，焖一下就好了，清点高丽菜都再出啦，对啊，加蚝油，好香哦，再焖一下，走过那什么，这也要摆盘。
再回去炒。哦，啊，这样搞搞一搞，淋上去就好了。完成。那你是不是很好看哦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好看又好吃，嘿嘿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